天呢要带办公室的人去男模会感，体验男模给我们的回春感。是开放性关系，可以男朋友、女朋友、阴阳人做一个正分比的。这些男生在我面前这个不行。你们是男人吗？听着这样子还被你动作。知道吗？我以为小强很敢玩，其实也还好。喝酒玩游戏，喝酒然后耍白痴。你好，喝酒。你好，喝酒唱歌跳舞追脸老师。我会玩游戏，专长就是臭不要脸。那你觉得老板会选哪一个？我觉得是五，我觉得是五。对啊对啊，是你好吗？幻想高中时这些男朋友，新来的跟你选。三个会跳舞的，很多。他是会老的那两个留下。好，那我们静涵你来过来。你也让阿姨带侄子来开房。有摸过男人的？等一下，你不能乱摸到钱嘞！你起来，过来过来，沐晨来，快点来。哎，他是在看你，沐晨，他在看你，你觉得？哎，他不敢看，他很近，他跟他真的很像哎，你以为你是在上班的？他跟你同岁啊？你五月啊，我八月。我要打你。我本来就有追踪你，我最喜欢看那个恐怖旅社那一集。赞助谁啊？恐怖旅社。你的这边刺什么？刚才刺女朋友的名字吗？还是男朋友的名字？刺你的名字。那可以刺强强的名字吗？有机会了。好，那他坐下来。好，那他也坐下来。好的，好，他坐下来。美玲好。哦，他的妆都比较精致，这个感觉就是混在直男当中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少来，骗不了我。你们都什么厉害的表演来首歌看一下？你们，哎，不能唱抖音歌，我讨厌人家唱抖音歌。我也讨厌。你的量是很大哦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有罚单。罚单是什么？就是你做了这边不能做的事情。这里不能做什么？比较严重的那种酒后失态。那我想看你们失态。那个谁是红？觉得这个，你想送牌，来来，你们俩过来一下。一个礼拜最多可以赚多少钱？八万。那最少你赚多少钱？他们俩算是腼腆的，跟你们俩好不一样哈。红牌是这种行为讨人喜欢，让人讨厌的那种。红牌他各有所好啦，通常都是叠放上去，谁要喝喝掉。比较厚道啦。这种我就来喝了，在喝醉最后一刹那，钱放你。好看吗？那个是什么方块布啊？又变成他表演给大家。有谁会跳战斗出来？我想看。你会？你会？金发吧，时间点他出把冠军。他出把冠军。来来，就你主，维斯裁判。来来来。好呀。那不然的话，你在里面，你打开看看。我在里面。3、2、1。好了，够了。后面绕叉叉。会当 DJ 到现在，其实就会蛮理想，因为本身我也是有设计的，我是 Party MC， 还在实习。叫主持人看看，来。Everybody, welcome to 502 Lady Night Club。哎呦！会唱什么？八家将。哦，那也会，那也会。稍微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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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来应征，我不会上。主要是整女生。
哦，他头发太乱了，是吗？下次再找你玩，有话讲一下哈。那我们要去下一家了。你好，好，三十克露珠是五爷，那他可以看吗？啊，不行。叫什么名字？马超。你几岁啊？24。我太小了。哪里小？你还没下来。我看啊。那我先去拿照相。好，坐。你们喜欢哪一个方向？他要写阿弥陀佛，我是拜佛。你是会欣赏的，会。你有第三眼？有。那他干净吗？背后？干净。你是说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真的干净。坐起来，我是觉得他很可爱，怎么办？坐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来这种地方就是大气。下一排。有。传说。耀阳。天才。伟哲。华仔。一个。苏文。要限量。伟德。化妆换档。我这个可以全部都看你一遍出来。去泰国骂妹妹之类的啊！那是越南，我要疯了。可以看，大家可以看，可以可以看。好了，先这样吗？不能再点了，我们快疯了。好 ，OK， 先休息时间。好，谢谢。这是 Timo， 你好，江晨，你好，赵宇，你好，小鬼，你好，五羊，你好，酒窝，你好，姑娘。哇，你手足无措，你们怎么办？你们就怎么办？女生我反而搞不定，我不熟悉女生，你去想办法啦，很刺耳啦，男生不讲半句话，你那个好，大家坐。他的抓起来好温柔。那你们怎么会来做这个？我一直都在做这个，自己做大官。对，我就自己换成头发。这个风格。对，你这个风格会死，我蛮坏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你是处女，不是双性恋，男女阴阳人都是。嗯，跟 gay 对待，跟我感觉对。哎，你来来来来来。他的话你会可以的，后面可以啊。谢谢。好了，他要可以带一些吧。谁有什么特殊经验展出来？何谓特殊经验？你选他吗？坐。好了，你坐下来。OK。哇，这个气势之下。哇，这都是你的竞争对手。好了，好。哇，这条全都想留。你没有什么绝活？会倒立，会翻滚。而且他们的衣服你都可以，都是我会穿的。我站在里面怎么样？你好，请他上那，请他吃茶。你呢？我偷懒了，装忙很累，偷懒会偷懒的。冰冰呀，来玩狼的。那你们会比谁的大吗？最大真的就是9公分，有谁呀？我超大。那你们比那些男生还要大？你拿出来就比了。我跟你说，宝贝，这些男生在我面前这个不行。快点吧！哎，赶快来了，帅到了！你不是男人吗？听到这样台面，你动作。知道吗？我们排椅啊，除了风铃以外，跳舞。好，你们男生男生跳舞。我们就没有见面，是不是？还是我好事。假的啦！我以前都会一天，我以前都会教他做一些料理。也太巧了吧！怎么画风变成这样？啊，不要画女生。嗯，我好怕。我们来喝酒。这个很懂，还蛮懂的。你是女的，比男的更懂。你要一定对，通常像你这样，就是去照顾女生，还是其实女生会比较照顾你好。都可以，可偏一。木晨来叫，木晨来叫，爸爸，你用这个口气，我会有点兴奋。那男生叫门啊？不行，那你爸爸，我爸爸。另外一半，那可以接受你们做这个。
是开放性关系，可以男朋友女朋友阴阳人各一个，这种关系都有。怎么样？对你们夸张的客人，很疯的恋爱客，他明知道我有女朋友，可是他假装不知道，他还来我们家帮我打扫，睡在沙发上面，然后再自己去上班。然后你就理所分手了？也没有，三人行的关系维持了好一阵子，他还会出钱让我们三个人一起看电影吃饭。那你跟女朋友能接受？当时的女朋友是觉得说恋爱课没关系。我不能接受。这边有什么才艺？就是翻跟斗倒立。就这个，然后其他全部都可以。不能吸食毒品，这是国家的规定。对呀，对呀。耶！哇，很大。哎，可是你那种东西已经用过了嘞。用过了，就是痛。因为我才刚练完近半年，神经修复跟疤痕修复要一年。从泰国变的。对啊。所以你从那边上次片，他会给你什么东西纪念吗？那不能带回来，再上飞机吗？小姐，那有没有知识？你这么常出国的，你有种不让我带回来，当做纪念的啦。抓他，抓他。